真的是的。等什么？下一局去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听说你们这边玩三公了，六点到很大了，七点，六点没有了，五点也没有了，六点也出了。庄家，庄家这么旺啊？那是必须的，不旺我吃西北风啊。这是吹西南风，我还东南风啊，真的是吃空气都饱了。哎呀，又有业务了。你下多少？这么多啊？是啊。下900什么意思？900不得。1000起步。下100就得了吗？快点，不行。我们都下1000起步的。那这么一点钱过来玩呢？就是。谁知道你们这边玩这么大？不玩大一点怎么能赢钱？哦，玩几把了，我拿3家啊。嗯，没问题。攻，觅食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有了，8点，2000。5点有了，2000，1000，有10000呢？没有，真的是，嘿嘿，你是从广济出来的吗？啊，哎，笑。攻，老板说要38万彩礼，你有吗？要上门的，就是啊。他这样有钱吗？我都不敢要啊，我也想啊。又要彩礼，又要上门。公，这是二呀！哎呀，秘书姐都有了，1000真的是，啊对，不够啊，够了没？够了。三公，哎，公，上面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又是8点了，9点，这个没有了，这个也没有了，8点，这两边有。看着我啊，2000，输了你别哭啊，你下那么大，勾，5点有没有？又是觅食，漂亮，中牌，二牌，这，你不会干吗？我眼睛又没瞎，发东财发西财。哎，刚刚你说你是哪条村来的？啊，我没有说我哪条村啊，我是猪郎村那边的。猪郎村的，听哪个说我说的？来，下注，这很重要吗？啊？什么不重要？等一下你就25怎么办？我干嘛？攻攻攻攻。上边，又是觅食，两点都有了啊！有了，3000，3点呢。一下子赚了这么多，一来我把把都输了。哦，你昨天也赢了好多把了，真的是，肯定你这个人来克我的。客气，你都没有怎么钱呢，你就怎么装啊？手机里面有钱，
真的是倒霉死了，这个没有了，幺四也没有了，多少？这么多、啊，自己不会算了。算。这一点还说倒霉。闭上你的狗嘴！我起码还赚一点呢、啊。猪栏村，那个猪栏老还管不管猪栏？他上山了。那么快就上山了？啊是啊。上新农村呢？啊，是啊。昨天上了。啊。你有没有去喝喜酒啊？那不要喜酒。三杯。真的是。啊，6点。前面没有了。喂，这叫几家有？这么高啊？三杯，你给我压。我就不信了。真的是。这么旺啊！咋把它扔了？三杯。公，真的是的，5点有了，两百没有。多少？这么多啊！不对劲啊！干嘛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旺啊？是不是出老千了？你们帮我抓着他。我哪里出老千了？抓他干嘛？看一下他有没有出老千。抓住了。干嘛？有没有出老千啊？怎么会翻白眼呢？没有的。没有，别跑啊！我不跑啊！会不会藏白在耳朵里面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竟然敢出老千！是哪里长出来的？在口袋那里啊。还有吗？难怪我爸爸的说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没有带白来。耳朵里面还有没有白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还有一个啊。还有一张牌，你还说你不出老千呢？你看这边还有一张了。啊，那半天呢？没有，这不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难怪你把马赢去。真的是，先抓他打一顿也不行。先打一顿就行。难怪刚刚我问你是哪个介绍的，你不愿意说啊？你这个家伙啊！钱烧了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都说好了不跟陌生人玩了。对呀、啊，没想到你啊。我没有猪啊，我这个没有。没有猪的，怎么来了这个牌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是我塞给你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塞不到那边口袋啊。刚刚从你在这里啊。如果是我塞的话，我最多也是能塞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难怪抽娃子啊。原来是坑过来的啊！我妈，这家伙啊，怎么办？全部没收了，这钱，你全部承认你出老千。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承认。等一下，再打你一顿。我也打了。承认啦！要我们厂子这里敢出老千，活得不耐烦了你。就是啊，本来想剁手，反正爽够了。别，打手了，哎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算了，哎呀，不要搞出人命啊！看你那么诚恳的分身，做一次就算了啊。如果再有下一次啊，脚剁了，手剁了啊！哦，知道了。滚！哎呀，难，这个我怎么忘了？是啊，你们也是啊，你怎么那么毒啊？啊，塞白给他。那你不是从那边塞了吗？啊！我看到你塞了，我才塞的。把他那个钱分了啊！你那么夸张，还说耳朵里有白？哎，赶紧好了，等一下他报警就麻烦了。走了，走了。换一个地方。